Yo， 这里是东京行事，带大家来任天堂东京办案室。以及门店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熟知的 IP， 有马里奥大叔、动物森友会、塞尔达传说的林克，以及和华莱士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喷射战士。墙角的一边是最新最全的游戏以及 Switch 和配件，这就比较剁手了。贫穷迫使我离开了游戏区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。哎呀妈呀，看着圆滚滚的星之卡比，爱了爱了。试问哪个猛男能扛得住粉萌可爱的星之卡比呢？不知不觉竟上起了手。其他的周边也让人眼花缭乱，不愧是马里奥大叔，满满的一排，看起来也太让人幸福了吧。如果不考虑价格，真想通通搬回家。然后居然还有各种 IP 的橡皮擦，上面写着可以把喜欢的组合在一起，那我果断组合了个马里奥版本，那还不错吧。这一家任天堂东京位于涩谷帕路口百货六楼，是继纽约店之后全球第二家店，于2019年11月开幕，旁边还有宝可梦涩谷店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哟。